时刻了哈，咱们 ECMA script 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全讲完了。ECMA script 啊，也就是说，所有 JS 里面最恶心的东西已经告一段落，并且之后很少提及啊。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有好消息坏消息嘛。坏消息是，虽然说咱们之后用的频率比较低，但是你必须时时刻刻回去复习，因为我再说一遍。前面那些知识点，今天前半堂课之前那些所有的知识点才是真正笔试面试的重点，因为你看题都看上了吧，是不是很少咱们做不了的，对吧？看笔试题看上了吧，很少咱做不了的吧，所以那些才是重点。当然之后这些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 DOM 的开头， DOM 叫 Document Object Model， DOM 的一个开头， DOM 的开头，和过两天咱们要讲这个 BOM 的开头，当然得过年后了，年后了啊。今天呢咱们讲 BOMDOM 啊，说错了 ，DOM， 什么是 DOM 呢？叫 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档对象模型。这个文档对象模型就是 DOM 的一个全称。DOM 是干嘛的？听我说 ，DOM 是干嘛呢？你先可以看一遍这个东西啊，也可以不看，听我说，都行。DOM 这个东西，听我说 ，DOM 这个东西，它是一套方法的集合的统称，也就是 DOM 里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能懂意思吧？这一系列方法是干嘛的呢？这一系列方法是有利于咱们操作 HTML 和 XML 的，你可听好喽。这一系列就是 DOM 提供了一系列方法，这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叫做 DOM。DOM 操作的意思就是这些方法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 HTML 和 XML 的机会。这些方法可以操作 HTML。说为啥是操作 HTML 和 XML 啊？陈哥不应该是操作 HTML 和 CSS 吗？听我说啊 ，DOM 只能操作 HTML。任何东西都操作不了 CSS， 但是 HTML 和 XML 呢，本质上是一个东西，规范上就这么写的。我跟你讲什么叫 XML 啊 ？XML 是 HTML 的一个最早的一个版本，最开始先有的是 XML， 也是脚本类的哈。后来有了 XHTML， 再后来有了 HTML 4.0、5.0，能懂意思吧？就这么个过程。现在咱们通用的是 HTML， 但是 XML 呢也用 ，XML 现在是不用了，但是前几年也用。XML 它里面和 HTML 唯一的一个不同，先讲个最大的不同啊，有可能有的同学你知道 XML 里面的标签是可以自定义的， HTML 行吗？ HTML 用的都是人家的吧，对吧？ XML 里面如果你想定义一个 student， 你就可以这么写 student， student 干嘛呢？听我说，啥都干不了，它只能表示一种数据格式，里面你还可以写个 name， 里面你可以写个 age。那你这么来写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好玩的问题哈，你可以拿 XML 表示一个对象了，你 name 可以里面写了一个老邓，对吧？里面可以写个一百，对吧？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一个对象了吧？这个 student 是代表一个对象，对吧？然后里面代表它的属性嘛。虽然说它在 HTML， 它在一个就是标签或者说在一个属性的一个层面上，它确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它就是一个行式级属性，能懂意思吧？它是个行式级元素。但是在这个数据的意义上，它是不是能表示一个数据了？这是不是一个数据集合？里面有两个属性，一个是 name 属性，一个是 age 属性，对吧？啊，在数据的角度它是有意义的。所以最开始，咱们的数据库，就是咱们存放数据那个大仓库啊，它的基本格式就是基于 XML 的。现在 XML 变得没什么太大用了，因为被咱们 JS 里面一个数据新格式叫 JSON。所慢慢取代了。现在咱传输的格式全是 JSON， 原来传的都是 XML， 所以 XML 现在不用管了哈，不用管了。HTML 和 XML 基本一致，只不过 HTML 里面不能自定义标签，能懂意思吧 ？OK 吧？对吧？所以再说一遍哈 ，XML 既然和 HTML 一样，那 DOM 就都可以操作它们。DOM 提供的这一套方法用来操作 HTML 和 XML 了，它是这一套方法的一个集合。所以也有人称 DOM 是 XML 以及 HTML 的编程接口。什么叫接口？就是我这有方法，你这有东西，我这个方法要操作你这个东西，那 DOM 就是用来连接的吧？就 DOM 是不是给出了一套方法可以用来操作这 HTML 和 XML？ 本来我们是想操作这个的，那我们想操作这个和真正的碰到这个东西之间是不是有个连接点呢？得有一个方法能真正够到它，对吧？这个东西叫做一个编程接口，比如说编程接口是不是一个实现途径，就是，对吧？啊，就是你别被这个官方这个词啊所迷惑哈，就是一个实现途径。用来操作 HTML 和 XML， 我再强调一遍啊 ，DOM 不能操作 CSS。那陈哥说 DOM 不能操作 CSS， 那我可看过你改这个 CSS。你看啊，我写一个，比如说现在我写个 div，
我把这个 div 通过 DOM 的方法给它选出来，给它选到这个 HTML 里面来。然后 div 点 style 点 width 等于100像素。哎呀，再改成 height 等于100像素。然后 div 点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Ground color 等于 red， 保存刷新，看页面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有吧？咱是不是把它长宽和这个背景颜色都改了？那说咋改不了这个 CSS 呢？听我说啊，我指的改不了 CSS 是改变不了 CSS 样式表，但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改变 HTML 行间样式去改变它吧？你说我给这个，你看这个 div 是不是有行间样式了？我操作的是不是还是 div？我给这个 div 的元素上面加了一些我想加的信息吧，而这些信息恰好又是表示 CSS 的吧，对不对？我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去改变的啊，不是直接改变 CSS 吧？我改变的是人家行间样式，对吧？没有改变 CSS 样式表，我没说把一个样式表拿了之后，这个 class 选择器去掉了，那个加个 id 选择器，是不是没有那样？操作不了样式表，能懂我意思吧？但它能操作 HTML， 可以通过 HTML 间接的方式来修改它的 CSS， 懂我意思吧？啊，间接啊。没有直接的修改。好，行了，这是 DOM 提供了一套编程接口。然后哈，这个 DOM 在讲之前，我今天不想讲这个过多的这个知识点，我领大家看一遍这个 DOM 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起实现几个功能，从实现这几个功能的每一条语法的应用上，我带你了解什么叫 DOM， 能懂意思吧？就今天咱们不刻意讲某一个知识点哈，不成体系的讲，咱今天就试一试。比如现在哈，DOM 是啥 ？DOM 是想让 JS 能操作 HTML 的一个编程接口，一个方法，对吧？也就是说 ，DOM 是一套方法，这个方法能够操作 HTML 那个东西，对吧？那首先，这个方法里面想操作这个 HTML， 是不是得先拎出来它？就像 CSS 一样，对吧？我想给你加东西，我是不是先找着你，对吧？找着这个 HTML， 它就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找的方法呢，就是别第一种了，就是找的方法，其中有一种叫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tag name。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什么意思呢 ？document 上有个方法叫 get elements， 就是 get 元素 by 什么 by tag name，tag name 就标签名呗，就是可以通过标签名的方式把你这个标签给选出来，能懂我意思吧？那我里面添一个 div 的话，是不是就能把所有的 div 都选出来？选出来之后，封装到一个类数组里面，所有的 div 按照类数组的索引位进行排序。那我想拿到特定的第一个 div， 后面是不是得加个零啊？把类数组的第一位取出来，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 div 就被选到我们的 JavaScript 里面了。所以现在保存在控制台上，我们看一下，打这个 div 里面有没有值，是有值的，是不是这个代表这个 div， 对吧？这样这个 div 就被选到 JavaScript 里面，可以被咱们操作了，明白我意思不？啊，可以被咱们操作吧？那好，我现在想给这个 div 加点属性，怎么加呢 ？div 上面有属性 ，style 属性代表行间样式，是不是跟对象操作是一样的？选出来的就是一个对象啊，叫 DOM 对象，能懂意思吧？选出来的叫 DOM 对象，它和对象的操作一样的，增删改查都有，这叫 DOM 对象。啊，点 style 代表的是它的样式列表，然后再点 width 这个样式列表里面的 width 属性给它改成100像素，那这样呢，它行间样式就改了。再来 style 点 height， 今天你就是感受感受啊，我给你写，你看就完事了。Background， 正常来说应该是杠 color 对吧？但是在 JS 里面的写法不允许写杠，写杠是出错，因为 JS 里面没有杠这个东西，不能拿杠当做属性名，能懂对吧？所以必须得是变成小头峰是大写 ，red， 保存，是不是就有一个基本的属性了，对吧？然后咱们再接着玩。说陈哥，我现在想操作 DOM， 让 DOM 有点动态的东西，听我说。有了 DOM 操作之后，我们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动态的了。什么叫动态的？不是说一直动动态的，一直动也叫动态的哈。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可以变成交互的了，就是你动一下，它能给你一个反应。这个 div 是不是代表这个方块，对吧？这个 div 上面可以加一个交互效果的事件监听 ，on 什么呢 ？onClick 等于一个 function。这个 onClick 代表的意思就是，哎，这个 div 一旦被你用户点击了，那就会触发后面的function 执行，能懂意思吧？这个 function 不是立马执行了，当你点击它才执行，懂意思吧？当你点击的时候，里面写 this 点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 等于 green。this 代表的就是谁绑定的这个函数，就这个咱明白吧？谁调用的？是不是下次你再点击 div 的时候，就相当于 div 的 onclick 了？是不是这么相当于？对吧？虽然说不能这么写，但相当于哈，是不是谁调的函数谁就 this？ 这回用到前面的知识了吧？是不是和前面有联系？对吧？有联系，前面是基础哈，这才是真正操作的。所以当我下次点击的时候，你看它变绿了吧？好玩吧？你看当点击的时候变绿了吧？啊，这就是 DOM 操作的一个基础原理哈。那当点击的时候，我还可以变很多东西。this 点 style 想变啥？变宽，变成200行不？行吧。this 点 height 高，变窄点行吗？不但宽高变了，我还让你变个圆角。圆角的属性怎么写 ？border radius 对吧 ？border radius 50%，可以吧？点。等会啊，我这鼠标怎么搞？点，它就变这样了，对不对？对吧？而且有了这样一个功能之后，利用咱们之前学的基础的一些操作，咱们就可以把它变得很好玩。什么叫基础操作呢？比如现在哈，当我点击的时候，我让它变成绿的，再点击变红的，再点击变绿的，再点击变红的，能不能办到？咋办？这涉及到编程思想的问题了，一个初级的编程思想。点击一次变绿的，再点变红，再点变绿，再点变红，反正语法你都知道，就这么写。咋整？嵌套，用不着嵌套。这个东西 onclick 就是你点击一次，它会执行这个；再点击，它还会执行这个函数。这不是说单次，这不是一次性的，永久的，永久绑定。咋写？哎，对喽。谁说计数器是正点吗？对吧？哎，女班长确实了不起啊！来个计数器，对吧？计数器每次都加加，然后 if quant more。模二于啥？模二于，反正模二不是于零于一吧？模二于一的时候，我让它 this 点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 然后呢得啥？得 green 吧 ？else 是不是肯定于零？你模二模不出其他东西来，对吧？else 就是 this 点 style 点 background color 等于 red 保存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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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看到了吧？能懂我意思吧？就是这样来实现的。所以啊，为啥说先给大家演示一遍呢？打破就是打消你恐惧心理哈。DOM 就是一些新的语法结合之前的语法的应用吧，对吧？其实基础的操作思想是不是还是用了之前那些的东西？DOM只不过增加了一些东西，让我们基于原来的东西去更加完善的去操作这个东西吧，对吧？操作这个 HTML 文档，这样之前的东西已经就奠定了一个编程的基础 ，DOM 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多告诉你的几条语法而已，明白意思吧？啊，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越往后学，你编程，你的编程思想越厉害，编程思想是不断积累的。没有说一个单独的一块直接教你编程思想，编程思想教不了，只是说一点一点我们去磨合的，能懂是吧？没有一个单独的课程说，哎，这堂课我们就教编程，学完这堂课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编程了，没那说，能懂是吧？这都是日积月累慢慢积累来的，直接灌输给你你也不可能会，能懂是吧？啊，得慢慢去练，慢慢去尝试啊。这编程思想和编程那是不一样的东西。这编程思想深刻怎么来形成啊？我跟你讲，很简单的一个办法，而且是很直接唯一的办法，你只能靠练，就是你只能靠练，懂我意思吧？都是靠练出来的。哎，这么回家写一写，哎，这样写能不能行呢？写了半天没想出来，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再一想啊，好像这么写才行。然后第三天再写，第四天再写，熟悉的过程之后，你慢慢觉得啊，原来这个方式的，就是原来实现这个功能就用这个方式来编。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在你脑子里形成一个思维定式，这就叫编程思想，能明白意思吧？就像点击一次变红，点击一次变绿，这个东西它就是用计时。它就是用一个计数器来模二来实现的，你要三个颜色就模三，这就是一个编程思想，反复的两个状态位来回颠倒，就是这么来做的。这个东西就是编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记住就知道了，能不能是吧？所以一定得多练，你不能说回去之后，听说回去之后千万别犯一个毛病，哎，我有陈哥讲课，我听一下视频记个笔记完事了，那个东西你不是还给笔记了就是还给我了，你听懂了那是我的东西，你会用了才是你的，能懂是吧？你得会用得会写啊。OK，
是吧？咱们写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啊，写个稍微难一点的，写个啥呢？选项卡你们见过吗？就上面有三个按钮，点第一个按钮出现第一个，点第一个按钮出现第一个按钮对应的一个信息栏，然后点第二个按钮呢，第一个信息栏消失，在同样的位置出现第二个的，点第三个第二个消失出现第三个的。就是三个按钮，你点哪个出现哪个的信息，出现哪个信息的时候就把之前的信息覆盖，这是一个选项卡功能，我写一下吧。一个 div wrapper，div 里面有三个 div，这个都是 content，然后呢三个 button，这个 button 是按钮的意思哈，11122333。第一个写陈哥帅，对吧？第二个写邓哥，点点点，第三个写还是我帅，对吧？陈哥很帅，对吧？很帅，好了，为了区别哈，保存刷新。好，这样哈，然后呢，这是三个按钮，然后下面对应的是三个框，我把这三个框修饰一下。CSS 没忘吧？说跟真事儿似的，真没忘吧？来刷新，是不是三个红色框，对吧？现在我要实现的效果是这样的：我让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丢是 display none，是哎，不要这个吧，就要他俩，让他们最开始都 display none，是不是都没了？然后让这个，行，让这样吧，让这个框，咱这样吧，我不让他写 quant 了，quant 太恶了哈，删掉，不让 quant 了，让什么 wrapper 下面的 div，然后现在我要重启一个叫 active 下面有一个 display block 保存，把这个放后面，我总习惯这么拖啊。OK，好了，现在还是那个东西啊，就是现在这个 div 是不是还能被作用上？换了一种选择性方法，对吧？现在我让第一个 div 上面有个 class 等于 active，是不是第一个展现？保存啊？为啥不好使？告诉我为啥不好使？权重不够，是不是权重不够？这个权重是十，刚才写的是十吧？是不是加它的变11了？那和上面那个11是没法比，是不是权重不够？再加个 div，这个权重够了吧？权重够了之后，是不是上下关系？是不是下面的比上面的优先级高？对吧？行了，我想的意思就是点一的时候出现这个，点二的时候出现你们邓哥，点三的时候还出现那个，对吧？点三的时候出现叉叉叉吧？咱为了方便认哈，要不这样，老邓222对吧？然后333，好，OK。点一出现11，点二出现22，点三出现333，懂我意思吧？这是一个基本的选项卡，能懂我意思吧？OK 吧？基本的选项卡，active，反正也行，这么来写吧，这么来写吧。哎，或者我这样吧，或者这样吧，或者我不给他加 active 了，我直接加到这个 div 的行间上，加上，这样是不是也行？display block block，然后这块我写个 active 做其他的作用啊。就是当我点哪个按钮的时候，这个哪个按钮呢，显示一个颜色，比如说蓝黄色吧，你们是不是喜欢这色对吧？就是点它的时候，它生成黄色；点它的时候，它生成黄色，然后其他的回归原来的色，懂我意思吧？点它生成这个色，通过什么来实现的？是不是通过给它加一个 class 方式来实现的，对吧？然后咱们现在写代码哈，我要给它编辑上功能。那首先，我是不是要操作三个按钮和三个 div？那操作它都得把它选出来吧？要不然我上哪操作去？选吧，先选 btn 叫 button 就是缩写啊，btn 等于 document。通过什么选最好？通过标签名吧，就 button。就 button 这个标签没什么可讲，就是个按钮，它就有一个按钮的样式，剩下啥功能没有，懂我意思吧？剩下啥功能没有啊？然后这样选的话，代表一个 button 的一组，懂我意思吧？
选三个 button。那再来 div， 这个 div 呢就得是选里面的 div 了吧？选这三个 div 哈。哎呦，那最好还是给这 div 加上这个那什么，写来写去还得那么写哈，还不如不改了。content 最好给他们加上 content 哈，因为好选啊。加上 content 之后，我们就可以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来选了。通过 class name 的方式来选，里面写 content 也选一组吧，对吧？现在你看 button 回车是不是三个？第一个 button，第二 button，第二 button 吧，第三个 button 哈。然后选这个，这叫什么？div 是不是也是三个？能看到吧？这是三个数组，对吧？然后咱进行操作了，怎么来操作？咱们对应点对应的 button 是不是要出现对应的 div 啊？那咱们就 for 循环呗，for 循环把每一个 button 上面是不是得绑定一个事件？选小于 btn 点 length，然后 i 加加，然后操作每一个 btn 哈，就是让第一个 button btn i 是不是代表第一个 button？上面它是不是 on click？当它被点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当它被点击的时候，首先得给自己加一个 active 吧，虽然说已经加了，对吧？那也得这么写啊，万一点的是第二个，对吧？首先得给自己加一个 active 这个 class，然后还得把同伴的 class 们全得去掉吧，是不是去掉？然后在里面 for 循环，首先先把同伴们去掉吧，小于 btn 点 length。然后 i 加加，然后呢，btn i 点 style 啊，btn i 点怎么去掉？是不是改的 class？点 class 是不是都等于空？然后让 this 点 class 等于 active，是不是就完事了？对吧？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现在保存刷新，你发现不好使，根本都，为啥？为啥不好使？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叫做，是不是跟 b 包类似的 b 包问题啊？虽然说这里面没函数，但是是不是也生成 b 包了？啊，就算没生成 b 包，最后这个 i 都变成谁了？i 都变成三了吧？三会有吗？因为你看啊，btn i 点儿 on click。啊，btn add on click，然后等于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后它要操作的话，你看是不是会不对劲儿？是吗？看里面访问 i 了吗？这会儿，咱看看啊，刷新。现在是 btn i。点 on click，我看 btni 是一个这块输出吧，咱输出 btni 吧，btni，保存一下，输出一下，看看啊，是不是三个这个东西，对吧？三个这个东西，然后给它绑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咱看看好不好使啊？看里面用不用到 i 吧，如果用到 i 的话，是不是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里面还真没用到 i，对吧？没用到 i 的话，那应该没问题啊。啊，这块应该是 class name 吧，class name 不能是 class，没用到 i。如果用到 i 的话，如果这里面用到 i 的话，是不是这个 i 肯定会失效？就如果里面用到 i 的话，是不是肯定会失效？因为 i 代表三了吧，对吧？那还得用原来咱们解决办法。现在没用到 i，没用到 i 那正好。那现在点二是变这样了，三变这样了，对吧？刚才我写那个 class 是一种就是不正规的写法，写 class name 应该啊，是不是这个过程实现了？对吧？咋实现的？再回顾一下哈。btn 给它加一个，就是这个 for 循环是给每一个这个 button 是不是加事件？加事件的结果就是，哎，你点击了，当你被点击，那么我就执行一个函数，这个函数里面执行体就是我让我所有的同类，就是让我所有的 button 首先都去掉它的 class name 吧，去掉 class name 是不是变还原了？大家都变原来那色儿了，对吧？然后再让我当前被点击的这个 button 是不是加上这个 class name，对吧？所以就实现了一个这样的效果，你看。点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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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样了吧？然后接下来还得实现什么？点哪个的时候，是不是对应的哪个的 div 呈现出来？那对应的 div
div 几啊？是不是得 div？哎，这里面让这个 i 变成 j 吧，这好恶啊！让它变成 j。这里面是不是得 div？比如说我点击第一个按钮，那是不是第一个按钮对应的是 i 是零啊？那是不是让 div 零也应该变色啊？应该展示出来，让 div 其他东西不展示吧？是不是得 for 循环，先让其他东西给消失，让其他的 div btn 点 length i 加加啊？其实不用，我直接写到这儿就可以了吧？是不是它也循环？在 div i div j 里面，让它 the style 点 display 等于 none 对吧？等于 none，是不是直接完事了就？然后怎么着？然后这块儿一点就是这块儿你没法用 this 表示 div 吧？因为你在 Bus 里面写的，你只能是 div i 点 style 点 display 等于 block 吧？但是你一 div i 坏了吧？你是不是想用的是这个 i？比如说第零个按钮点击的话，第零个 div 是不是出现？是不是想用这个 i？但是这个 i 和你不对应吧？因为你绑定完函数，你不是立马执行啊？一旦你执行的话，你是不是 i 就变了，对吧？所以咱最好让它形成一个，是不是形成个闭包的一个函数，对吧？把这个 i 传进去，然后这块这个 i 套出来，这俩起一样名没问题哈。或者这块起个 n 吧，为了方便大家看哈，就这块是 n，这块给变成 n，就 OK 了。这是不是一个类似闭包的问题，对吧？所以现在保存来看，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是不是就好使了？这就是一个选项卡功能吧？你在后面再加点什么其他东西，再改个宽高什么的，按钮再好看点，是不是这是一个基本的选项卡了？这是一个编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哈。难吗？感觉不难吧？哎，可能说看不太懂这语法哈，但你跟着走一遍不就完事了吗？啊，看不懂语法，然后咱再写点啥？我看看，咱俩熟悉熟悉啊，再写点啥？咱这样，咱写一个小方块的运动行吧？写一个小方块运动，就是现在还是说页面里面？哎，现在啊，页面里面我不写 div 了，听我说，页面里面我不写 div 了哈。我要创建一个 div，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创建的。word 一个 div 等于 document 点 create element div，这就是在 GS 里面创建一个 div。现在你看这个 div 有没有？是不是有？对吧？有这个 div，它在页面里吗？你看页面里面 elements 有吗？说没有 div，说明在 GS 里面 div 是不是得放到页面里面去？放到里面去的话，用一个语法叫 document 点 body。点 append child 是在 body 里面 body 标签里面插入一个标签，插入谁呢？把这个东西放进去，把 div 放进去，插入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是不是有 div 了？这块有了吧？有 div 之后，咱们就可以操作这个 div 了。div 点 style 点宽，对吧？点宽等于100。就今天啊，虽然说我没细讲任何一个语法，但是你根据我的照葫芦画瓢，是不是回去之后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基本上能做出来一点儿，对吧？啊，猜呗，蒙呗，对吧？试试呗。Position，啊，是 background，color 等于 red，然后再加点东西，点 position 等于 absolute。我一会儿想让这个小方块运动嘛，想让它运动的话，肯定得操作这些东西哈。零，div 点 top 等于零。好了，这是不是这样了？对吧？一个小方块，行了。现在呢，如果我让它移动一下，是不是 div 点 style 点 left 等于100？保存刷新是不是移到100了？对吧？那我变成一呢，是不是移动了一个距离？那我怎么让这个小方块持续移动呢？是不是我想这一秒移动一下，下一秒再移动一下，下一秒再执行一下这个移动操作，它就持续移动了？你把这个秒的间隔调小点，是不是可以持续了？对吧？所以这块有一个语法。叫做定时器功能 set interval，这个 set interval 呢特别有意思，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每隔后面数的毫秒就执行一次这里面的函数，懂意思吧？每隔后面数的毫秒，就是每隔现在100毫秒呗，每隔100毫秒就执行一下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里面，如果我写的是 div 点 style 点 left 等于 div 点 style 点 left。加一，再加上 px，
但是这么写还不行，因为 div 点 style 点 left 取出来的值是一个字符串，我们把字符串变成数字再加一吧，是的 percent 咱会吧？是 percent 咱会，把这个值取出来，每一次都把这个值取出来，在原有的值基础上是不是加一再复回去，对吧？还得加一个 px 代表像素哈，这样的话刷新，你们看到它是不是持续动啊？能明白我意思吧？这样就持续动了吧？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功能。并且，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调的快一点，50毫秒的话，是不是能走得快点？你把这个数调大点，2的话，它是不是又走得快了？对吧？又走快了吧？然后，并且你可以这样，点 top 也等于后面的一个环节，顺便 top，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斜着走了？这是不是一个小方块运动的一个基本原理？用一个定时器去做的吧。并且咱明白了这个定时器之后，你会发现我教你的运动，你就可以做各种运动，加速运动、减速运动都可以吧？剩下的是不是数学运算了？你每次加的值不同，是不是就完事了？怎么来？咱试试。比如说，咱设一个数叫 speed，一开始等于零，每次它加都是 speed，行吗？是不是给它拿一个变量代替一下 speed？然后每次怎么操作这个 speed 等于啥？加等于，比如 speed 一开始给它设个初值吧，初值是一行吗？speed 加等于 speed 除七行不行？speed 加等于 speed 除七，这样的话加的不缓慢点吗？对吧？刷新，看是不是越来越快了？你把这个毫秒数调的稍微这个尽如人意一点，它就会很流畅，能懂我意思吧？它就会很流畅，这个就看你怎么调了哈，看你怎么调和这个数值怎么去配合了。你要 speed 除20的话，对吧？看你怎么去配合了，有加速有减速运动，反正怎么弄都行啊，怎么弄都行，还可以加速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停啊，就停。比如说现在让它停。现在这是个定时器，OK，拿过来之后，word 一个 timer 等于这个，然后当 if div 点 style 点 top percent 就是当它们的值已经超越界限了，点 top 大于500 and percent div 点 style 点 left 大于500。那么我就让你停，怎么停呢？Clear interval，把这个定时器清了。Clear interval，把这个 timer 放里面，OK 了。现在刷新，这么大吗？大约200吧，是不是停了？停了之后，咱可以把这个东西再调小点，100。看这是不是加速运动？这是不断加速吧？每一次的速度是不是都不同，对吧？这就是一个加速运动啊。但这个东西可以做很多了，只要能让一个小物体运动起来，按照你的轨迹去运动，那么这个东西做的东西就可多了啊，很多了。而且你还可以把你的鼠标、键盘、事件和这个木块相绑定起来。比如说现在啊，我给你写个小程序，还是这个木块，不这么玩了，绑定几个小事件。这个事件呢是 document 点 on key。Branch，on key down 的时候，我要打印一个东西，比如这块它有一个小事件源对象，这个事件源这块这个函数，咱们去点击的时候，系统帮咱们调用，调用的时候呢，它会传递一个事件对象进来，这个事件对象会包裹着所有该事件发生的时候产生的所有信息，以供咱们使用的。比如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的鼠标在哪儿，你的键盘点的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包含，能懂是吧？这是事件对象啊，然后咱们打印这个事件对象。现在我绑定的是键盘敲击事件哈，我摁一下上，哎呦，我在这儿摁一下上，它是不是出的这个东西？这是事件对象哈，里面打开里面有个 which 对应是38，说明这个键的就是38，上是38，然后下左右下40，记住哈，上38下40。然后左37，行了，就这块 if
e 点 which we 怎么写来？我怎么别扭的？啊，我就说嘛，是别扭哈。e 点 which 等于上是38吧，是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就 div 点 left 等于 div 点，哎，什么 left 的？应该是 top 吧？应该 top 吧？往上走的话，让这个模块往上走一点，top 怎么往上走？是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加点东西，对吧？加个5，再加 px，应该这样吧？然后往下走呢？else if 用 if else if 好还是啥好？switch case 好吧？是不是 switch case 好？这块写个 switch 什么？Switch 一点，which case 38是上对吧？上就这么来，然后按照咱们的标准语法写完这行还得怎么着？break 吧，然后接下来40是不是下对吧？下的话还能加吗？下的话就减呗。下的话是不是减？加，咱们的坐标系是反着的对吧？是不是上的话，摁上的话应该是减，咱坐标系是反着的吧？是不是 y 轴正坐标是往下的，对吧？是不是电脑正坐标嘛，对吧？来，case 37是不是左，对吧？37是左，OK，就是这个位一点位是能判断你摁的是什么键子哈，上下左右代表这个几个数，percent 的，就现在我给你看一下真正的编程都是什么样的哈，都是这么来的，没有说，哎，就是系统规定了。哎，什么一个方法对应的是按着左啊，对应右，没有，全是数据对应的，能懂明白吧？全是数据对应的，不是说你按一下左之后，系统会提醒你，哎，哥们儿，你按的是左啊，没那事儿，他都告诉你什么数，能懂明白吧？然后自己去判断哈。点 left，摁左的话是不是得左的话得减吧？减五，加上 px，然后 break 啊，38是不是右了？39右哈，39，这块是个 left 对吧？这块是不是也是 left？这块是加了吧？OK 哈。啊，改成 left 对吧？OK，right 不用改左就行了，改左就行了。现在看到了吗？上下左右就玩，这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你知道那俄罗斯方块其中往下落是怎么做的吗？往下落的话，你要摁住下的话，加速呗，这不加速就完事了。你要摁住下的话，它就会加速哈，摁住，啊，加速。哎，那现在问一下大家，我现在就想实现，如果摁住一个方向的话，加速怎么办？摁住加速。摁住的话，加速。摁住的话加速，我把这个五全变成 speed，是不是操作这个 speed 就 OK 了？你要摁住，你要敢摁住的话，是不是咱加速？怎么来办？换句话，怎么叫什么叫摁住？摁住就是这一秒触发事件和下一秒触发事件和再触发事件，是不是间隔时间十分短？是不是间隔时间十分短？十分短的话，我认为你是加速了呗，对吧？十分短的话，认为是加速了。那求间隔时间，咱们是能求的啊。求间隔时间，咱们是能求的。就是现在，原来咱设一个 time，这个 time 呢，这个 time 是 new date 点 get time，这是一个时间戳节点，也就是说能这块在执行的时候啊，能够显示。该时刻的一个时间片，就是该时刻的一个时间段，然后让下一次再去执行的时候，那个时刻减去这个时刻，是不是得毫秒数了，对吧？然后下一次判断的时候，咱这样啊，来，这样吧，那就 time 减让 new 这块再 new 一个 date 点 get time。然后去减去这个 time，减去这个 time 吧，其实还不行。
咱得试多次，对吧？每一次就是我看啊，这个写的有点麻烦了啊。再拿一个计数器去计数。我说下思路吧，说下思路，我跟你说怎么做啊？这写起来比较麻烦了。咱们可以这样，让每一次按下的时候，就让每一次按下的时候都记录一个新的时间片段，然后减去上一次执行的时候那个时间片段。如果时间片段小于一定的毫秒数的话，我们让一个计数器去加。当连续小于的时候，就让这个计数器连续加。如果加加到一定数的时候，咱们认为它是连续按了吧？是不是再按的话就加速了，对吧？然后让每一次按的时候还得判断一下，如果这一次按的时候它减去这个毫秒数，减去上一次的这个毫秒数，如果时间间隔过大的话，还得让这个计时器重新归零。如果不重新归零的话，你怎么来判断它连续的呢？对吧？一般情况下都这么算，但这个代码写起来就特别复杂了哈。咱先这么着，等到咱后来会有学这个东西啊，会有这个时候的一个加速运动、减速运动，那时候封装一个大的方法再给大家写啊，特别麻烦那个。我寻思能不能简化一下，好像还简化不了。咱后面会有一个 GS 运动课哈，运动课专门讲这个东西。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哎呦，怎么搞的？speed 哈，speed 五啊，speed 是五，OK。当然了，咱可以通过一个其他的按钮可以调这 speed 嘛，比如说现在你来一个什么其他的按钮，这块有一个 button。对吧？是一个 button，这个 button 呢，上面有一些属性，比如说宽100，高50，然后 background color，background 呢，来一个 linear gradient，这都是后面的东西啊，提前给你看一看，linear gradient，to left，999，000。32432什么的，再来一个 F40，别的了，FCC，OK，什么玩意？挡上了对吧？挡上了没关系啊，挡上没关系，出来呗，让它出来，position，让它出来的最好方式是不是 fix 啊，对吧？fix 的 right 0，top 来个50%，行，50%吧。我哪块写错了？是这块，就到这儿了，还挺好看的哈。你认为不好看吗？审美确实不一样哈。加速上面写个"加速"俩字儿，然后呢，让这个"加速"俩字儿 text align center 上下怎么办？line height 等于 height 吧。然后让它 color 变成白色的，对吧？就变这样了，太小了这字儿。哎，现在你看啊，现在你看，咱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足够大的时候，你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line height 等于 height，它并不是完全句中吧？它并不完全句中，对吧？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好使哈，但理论上是好使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用那种 padding 时候来回夹，对吧？字体调大点，font size 50像素，好吧？太大了，25像素，然后再来一个 font family 等于 Arial，OK 加速 OK 啊。当你点加速的时候，btn 等于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by tag name 里面放 button，然后加个事件。加个事件哈，button 点 on click 等于啥？等于这个 speed 加吧，点，是不是加很多了？再挪，你看是不是大块挪了？再点，再挪，更大块了。再点一会儿，咱看 speed 现在多少啊？是不是很多了？所以现在你再挪的话，看这儿，是不是挪大块了就？对吧？可以这样，其实很简单这个东西。OK，这个方法能看懂吧？就基本上能看懂点儿，对吧？基本上能看懂点儿吧。然后咱们还可以再实现点其他的东西，咱都写一写。今天咱就是写一写看一看哈。通过写一写看一看，你能总结出一些规律的，我相信你啊。
又送外卖啊？送那吧就啊。我要写一个扫雷那样的一个格子。扫雷玩过吗？贪吃蛇玩过吗？玩过哈，没玩过的同学赶紧回去玩一玩啊。你懂我什么意思啊？你懂我什么意思？咱们学到DOM第六节、第七节课的时候，咱们的作业就是大作业哈，扫雷贪吃蛇，自己写，写出来一个扫雷和贪吃蛇，可以的。再过七堂课到六堂课，你们就可以写了，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而且不写也不行，必须写。那个时候需要公演的，项目公演就是每个同学坐到这儿，把你的项目演示一遍，然后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么写，哪块好，哪块不好，大家同学提问题什么的，每一个期都有这样的环节哈，每期都有这样的环节，逃是逃不过去的啊。请假可以啊，我们等你上课来的时候等你讲。那时候会有一个单独的两天，就是每个同学都上，每个同学都上，每个同学上，然后我们会在下面做记录的哈。你就不用选了，扫雷贪吃蛇都得写哈，到咱们这期都得写了。一二三四五是二选一，俩人一组，俩人一组，俩人一组，只要一组里面做出来一个扫雷贪吃蛇就可以。然后到六期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得做，到七期的时候是每个人好像他们还二加一吧，好像又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啊，做了一个新的东西，我忘了给他们留什么了，好像打方块游戏还是什么，反正都能写哈，特别简单这东西，扫雷贪吃蛇。我跟你讲，讲到 DOM 之后，咱们就真正的开始操作页面了，就是真正做工业级的东西了，就不像原来那种全处理数据、原型、对象什么的，哎，就更好玩了这东西啊。来写一个好玩的东西啊，这个 ，ly， 我让它 with 十背景颜色呢，不要背景颜色，来个 border， 一像素 solid black， 然后我让 ul 变成100。再变成100，再来一个，不用来了，这样100×100就行了。然后让 li， 我想让它排列，怎么排列？哎，浮动吧，又变成这样，对吧？嗯，这是点是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是没去东西？应该去啥 ？list style， 是不是 none？ 这样对了吧？那为啥没有排成一列十个呀？是不是宽度计算不对？因为这个得加上一，对吧？每个都是12，对吧？现在这是咱正常核模型的计算方式，对吧？未来咱们学 CS3 的时候，有一种新的核模型，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正常的需要计算是不是恶心？你还算12，对吧？我们新的核模型不叫新的，老的叫 IE6 混杂模式的核模型。那个核模型呢，就是 padding 加上内容区加上 border 等于 width。那是不是以后设置 width 就相当于这个东西的整体宽了？因为那个核模型是到特殊情况才会用的，叫 box sizing， border box。 哎，这样你看啊，每一个 li 老实了，每个 li 之后咱看一看每个 li 多大，是不是它里面变成8了，就内容区的这回这个位置设置的就不再是内容区了，而是它们的整体的宽和高，能懂意思吧？它这个位置包含了它的 border padding 和这个吧，就包含了。这样的话，那我就随便设了呗。好，放大。哎，这个放大效果不好，我让它变成20个吧，好吧。20×20是不是得把这个删掉？变成啥？乘以多少个？乘以400吧。哎，这个插件我还没教你们按呢，对吧？一会儿下课之前想提醒我按插件啊。这回变成，横着多少个？是不是就是400？横着就应该200了吧？这块应该200了吧？保存刷新，是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了。OK， 变成这样子之后，这就好玩了。现在呢，我在里面添点东西啊，我要写 GS 了，我要干嘛呢？我要相当于玩一个画笔，听我说，我要玩一个画笔。当这个鼠标经过的时候，在里面可以画东西啊，画东西。就是先把这个 UL，不用选 UL 了，先把 LI 选出来。li 一个群，这是 li 的群 get elements， 过一个 li 等于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s， 嗯，怎么不出了呢 ？by tag name，li 群哈，然后现在我给这 li 群加事件，其实不用给 li 群加事件，我加到 ul 上就行，否则的话，我得给 li 是不是都选出来？
咱们之后会有一个事件委托，事件委托通过 UL 能给 LI 加东西。UL 点 almost over， 这就相当就是说，这就相当于给 LI 加了啊，我就不那么写了，相当于给 LI 加。almost over 就是鼠标滑过的时候它变成什么样子。记不记得 hover 和 hover 就是通过 almost over、almost leave 来实现的。里面写个 e， 然后呢，里面我找这个事件源对象，先找事件对象 window 点。event， 因为这块有一个兼容性的问题哈，然后 word 一个 target 等于 event 点 target 或者 event 点 src element， 这就是兼容性的问题了，就是明明我要实现一个功能，在不同浏览器上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它把不同浏览器的情况都得写上。这个 target 呢叫事件源对象，换句话说，我这么写事件就相当于给 li 绑定哈，这操作的 target 就是每一个 li， 那给 target 操作成什么样呢？我给每一个 li， 哎呦，哎呀，还得重写一下 li， 因为写的这样吧，不用重写也 final OK， 给它加一个 data icon， 啊 image data 吧， image data 等于零。等于零。然后下一次划过这个 li 的时候，去操作它，让 target 的 style 的背景颜色 color 等于什么呢？等于 RGB 的形式，或者 FFF 的形式啊 ？FFF RGB FFF 呢 ？RGB 还是 FFF？RGB 的话它能显示的区间要大一些哈。RGB 等于什么呢？等于 RGB 255逗号加上括号，是不是这个数留个区间让我可以改，对不对？可以改吧，怎么改呢？改成 target， 就是我想把这个行间这个东西数取出来，然后加一，就我想取这个行间这个数哈，取行间这个数，取是 get attribute 什么呢？ image data 是把这个数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放到里面，对吧？然后现在再取完之后呢，每一次咱还得加一个，让它下一次再取的时候，再滑经它的时候就变一个其他的颜色哈。就是首先还，然后接着还得 set attribute 什么呢？ image data 啊， data 写错了，应该是 TA 哈，那先这么来吧。这不是语法，这是个英文我写错了，应该 TA 哈， data 数据等于 get attribute， image data 加上一放进去，加一的时候还得是 percent 一下。OK， 加一放进去。就是现在哈，每滑进一个颜色的时候，滑进完之后，你会看啊，看里面的，看这，不变色，我发现哈，变色吗？不变色，我看一下哪块写错了啊。是不是这样？零对吧？没附进去吗 ？set attribute image data， 然后呢 percent 等于什么值呢？等于这个加一，等于 get 没加进去吗？不能啊！我给它换一个呢，我换成200呢？看这回就变了吧？那说明刚才附那个值没太对，是不是这回变200了？200了吧？刚才那值得加一哈，加一我们啊，写错个东西。第二 get attribute， get attribute image data 加上一，怎么加？还得 percent。刚才说没加那个 target 对吧？刚才没加 target 哈，保存。
这个我看看这值变不变啊？值变了之后，咱就可以随便玩了。再来呢？值变没变啊？变没变？是不是有一了？有变的了吧？有三的了吧？有四了吧？OK 哈，变了啊！这变的幅度是不是太小了？加五吧，加五加六吧。这回来哈，你看我不断滑，不断滑，哎呀，不断滑，但死机了哈。不断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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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中间的区域是不是越来越浅？是不是越来越浅？能看到吧？你再来，这样，我把所有的这个东西换成零，是变绿色了。看我滑过哪儿，是不是哪块变色？而且我不断的滑一个区域的话，我是不是让它变色？这个色值？那你看啊，我再滑一会儿，再滑一会儿啊，你会发现中间是不是逐渐变轻？逐渐变轻吧，是不是逐渐变轻？能看着吧？这张看的效果还不太好。当这个网格不断密集的话，再当你没有边线的时候，是变这样了。看到了吗？当没有边线的时候，是不是看起来视觉效果更好？这都是可以做的吧，而且使劲划中间，使劲划中间，划一会儿你看变轻了，对吧？就跟刮刮乐似的啊，划一会儿看是不是变轻了，对吧？划一会儿看变这样了吧？它是可以这样的。这个东西反向的写，你可以把颜色值蒙到上面，划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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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颜色值都划成这个最后的一个底色，划成最后底色的时候再划成透明，是不是里面就像刮刮乐一样？就不断的划，不断的划，让它们颜色逐渐变浅，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让它都变零的时候，刮，给它变成刮刮乐，透明，对吧？Transparent 设计值，是不是 OK 了？对吧？啊，刮刮乐哈，挺好玩哈，挺好玩吧？看它能变色，这块还能变。但这个你要是设置的多一点的话，它就可以变很多东西哈，可以变很多东西。不信你们回去试一下，整一个大的，就弄个大的一个块儿，格子多点儿。然后先画上绿的，然后再写邓哥很磕碜，对吧？描一描就出来了，啊，描一描就出来。你看，拿程序描一描出来了吧？而且你这个，你把它数值变得越细腻，它的颜色层次感越强。这都是一个小东西的一个实现吧？啊，都能实现，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画完之后，你可以都给它变绿，对吧？都变绿，对，都变绿啊。然后可以就这么写，那都是咱们最后一个 DOM 操作可以实现的一个小效果。当然了。最炫酷的效果还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就是写出一个大程序之后，你去玩，包括你写完扫雷、写完探测之后，你发现，哎呀，无比好玩哈，无比的有意思。尤其扫雷和贪食蛇啊，扫雷、贪食蛇特别有意思，贪食蛇写完才有意思呢。自己做贪食蛇啊，所以啊，现在不会玩的同学，赶紧回去抓紧玩一玩啊。所以你看刚才那功能，你说难吗？一共就这么点 GS 对吧？是不是实现一个小功能了？一共就这么点 GS 吧，对吧？它就可以实现一个小功能，包括之后咱们的弹性碰撞啊，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来，现在打开一个网页哈，咱看一看。来，看我桌面，同学们，一个网页上任何的东西咱都可以实现，包括这电影行吧？哎，对，电影里面有轮播图。对，像这个东西啊，看，点击，它就可以过来。哎呀，这个我电脑现在比较卡哈。它能更流畅哈，这种东西，咱都是非常好实现的。咱们学完两三堂课之后就可以做这个，特别好实现。然后再学完两三堂课，咱们会做一个这个东西。对，高端轮播图哈，特别高端轮播图，就这个。哎呦，好慢呐！我把浏览器关了啊，不行，我把啥关了呢？我把这个页面关了，这页面刚才加载太卡了哈。你关了之后，那这是网速的问题，不是运行的。我刚才运行都卡哈，看这个啊，现在高端轮播图吧，哎，这个也好做，特别好做哈，还可以实现那种 3D 立体的东西哈，3D 立体的，咱往后能实现东西特别多。包括再看几个小例子啊，我桌面上好像就有一个小的 demo，轮播图嘛，我这儿有。啊，我这有，这是轮播图，
啊，这都实现一个小例子哈，小例子轮播图，而且没写多少行代码，给大家看一下，轮播图代码特别少，看这就没了吧，这就完事了，轮播图代码啊，轮播图的 HTML 代码啊，JS 代码在这儿呢，是不是也不多？你看，不多吧？不咋多，这就完事了，就完事了，JS 代码这是啊。然后还有哈，给大家看看素材一些东西，一些素材的东西。我记得大家看过这个东西吧？两个方块运动，这个东西到后期咱们学完 CS3 的时候，我跟你讲，这都不需要 JavaScript 的，咱都不需要 JavaScript，全是 CS3 哈。等有时间，我把那个你们师兄师姐做那些 CS3 的一些动态的一个。就是背景墙啊，包括一些动态的飘雪花效果、落叶效果啊，我给你拿来，包括拿 CS3 做的动态简历，拿 C 不用 GS，GS 上不实现交互的嘛，拿 CS3 做的简历，也带交互操作的，特别厉害啊，他们做的特别好看。当然我这个美感来说，你们懂的哈。但他们设计完那个东西特别好看，做完那个 CS3 一个小插件做完之后，一引入进来，满场飘雪花，飘的特别漂亮那种。满场飘书记都会能做，好做都好做，很多种效果。然后 H5 CS3 做完之后，动态特别厉害了，就哈，这就是 GS 的一些 DOM 操作，听说吧？明天咱们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 DOM 操作里面的如何查找、如何查看 DOM 元素，就是咱们的这个过程。对，document 点 get 啥啥东西，能懂意思吧？document 点 get 啊。主要讲这些东西，这一系列啊，主要讲这一系列，回去可以预习预习啊，可以预习预习。行吧，那先到这吧。啊。